这个视频我们来赏析汉乐府中穷苦人的故事。富病行，村子里住着一户很穷的人家，男主人没什么本事，只能靠砍柴为生，女主人已经病倒在床上好多年了，没有钱请大夫，病情越来越重。富病连年累岁，传呼丈人钱一言，当言未及得言，不知泪下意何翩翩。传呼，呼唤，丈人指丈夫，意何多么，翩翩接连不断的样子。这一天，妇人感到自己快不行了，强撑着呼唤丈夫过来，还有些话要跟他说。她伸出颤抖的手，想说还没有说，泪水就不断的流下来。竹垒军两三姑子，莫我儿饥且寒，有过甚莫达吃，行当蛇摇，思父念之。主通主，主托，达吃指鞭打，行当蛇摇就要离开人世。妇人十分难过，看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，那几个幼小的孩子怎么也割舍不下。她终于哽咽地说道，这几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以后就只能拖累你照管了，别让我的孩子饿着冻着，有了过错也不要轻易责打他们，我就要死了，你要常常想着我的话。妇人说着泪水不止，丈夫也含着泪点点头。乱曰：暴食无衣，如父无礼，闭门塞友，舍孤儿道士。乱指乐章的最后一段，如短衣，友指窗户。乐章的最后一段唱道，妇人去世后，家里只剩下了丈夫和几个幼儿，孩子们饿了，身为父亲的他想要带孩子去集市给他们买点吃的，却找不到能够御寒的长衣，虽有短衣却太过单薄，没有衬里。看着外面呼啸的寒风，丈夫只能紧闭门窗，设下衣衫单薄的幼子自己到集市去。到逢亲交，气坐不能起，从乞求与孤儿买耳，对焦提气，泪不可止，我欲不伤悲不能已，叹怀中前池受交。亲交，亲属朋友，从乞求，拉着亲交请求饵食物。路上他遇到朋友，说起家里的情况就哭坐在地上起不来了。他拉着朋友拜托朋友给失去母亲的孩子买点糕饼，话刚说完又对着朋友啼哭起来，泪水止都止不住。他说道，我也想不伤悲，但控制不住啊。丈夫一面哭一面从怀里掏出几枚温热的钱递到朋友手中。入门见孤儿，啼锁其母抱，徘徊空舍中，行父儿气质勿妇道。行父儿又将如此，指孩子们像母亲一样气质丢开放在一边。进门见到这些没有母亲的孤儿都哭着找妈妈抱，丈夫又泪水连连。他徘徊在这空荡荡的屋中，何止没有母亲啊，这家里没有衣服给孩子们御寒，更没有食物给他们果腹，不禁悲伤地叹道，过不久这些孩子也会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死去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而这篇文章的亮点在于生动的细节描写。一方面，生动的细节折射出朴素真挚的情感，病妇临终托孤欲言又止的细节，深深体现出病妇无法再照顾幼子的伤痛。病妇死后，丈夫对朋友哭泣，孤儿哭着找妈妈抱，两个细节都让人深感这个家庭失去病妇的悲伤。另一方面，细节也揭示出贫穷的残酷，病妇无钱医治，终至死亡，孩子们失去母亲，没有衣服御寒，没有食物果腹，最终也会像母亲一样死去，病妇临终的遗愿也会化为泡影，让人更感悲切。由此我们也不禁赞叹汉乐府优秀的叙事能力啊。讲完了穷人的故事，下个视频我们再去听一听老兵的故事，十五从军征。现在快去答题抢金币吧。